北京时间8月6日消息，在上周六申花与亚太的比赛中，亚太球员张力涉嫌对登巴巴有种族歧视行为。赛后土耳其球迷针对此事声援登巴巴，然而跟此事件无关的恒大球员张琳芃无辜躺枪。在张琳芃6月21日发布的动态中，评论达到了空前的2797条，然而评论中大部分是前来声援登巴巴的土耳其球迷，其中还不乏侮辱张琳芃家人的言论。显然与种族歧视事件无关的张琳芃被误以为是张力。回归申花前，登巴巴曾效力于土耳其联赛，这也是众多土耳其球迷声援他的原因。不少球迷在评论中告知他们，张琳芃并不是事件的主人公。然而比起庞大的声讨团，这部分声音还是杯水车薪。